五块啊！所以我叫你帮我做好，我就不用等了。我要跟时间似的分开。还要等几个？没有了。加鱼头啊！今天本来不做的了，今天做这个牌子。今天马上就要关了。马上就要关了。重点不一样吗？我刚做好的呀，这个跟那个。三块是吧？三块。分析收款三元。先泡了吧。我看他都冲床去了嘛，这冲床就开始不作死了。不怕然后到时候拿了块锅，我要那么多拿的锅，拿个那几个。收款十四元。
说的吧？嗯嗯。在我们家你买不到一个死鱼，阿姨，你放心好了。要多少阿姨？要30块钱。嗯。这一块的差不多啊？这一块的吧？哪一个？这一块。这块差不多，我就说，33行吗？看一下啊，33啊。好好。他请来大师傅啊，我大师傅。这叫鸡头米，老板的鸡头米包完之后他咋吃啊？做甜汤小炒都行。啊，反正这个滚了以后把鸡头米放在那边，我再放个荷包蛋都行。哦，我家人都会。这么多人都包着呢。嗯。今天人人卖报纸呢。嗯，正常是不能包，它可以生吃啊。可以的，过年就要下包。嗯。就说人家连吃到头，这时候就库存了，然后冰箱内冷冻，加进去。晚上在外面进去，然后放了。妈，你放两下来都。没有用吧？青菜没白动，然后开始熬煮。你要贴贴个东西。各位，小菠菜、红花菜、青菜、苋菜，都这么一个。看到。想离一个皮。哦哦，谢谢谢谢，这就对了。这就对了是吧？哎，对的。天天来啊、哦！好好的。天天来，天天奖励啊！一年一年没有吧，就半年总还有吧。好的。他一生一个5块，叫我让给他，马上就好了，师傅。他一直在说你那个滚的那个擀面的擀的往后一甩嘛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一点点入，一点点入啊。对，那那挺难啊。那样他都会有点的。今早3块钱。阿姨一个大的，你啥东西？馒头啊，多。等一下我，馒头是往满多的。山上去，郊游的，高温型的。阿姨是两个，拿一下啊！啊，那肯定是老板。晓得晓得这个要不停了吗？那磨刀最好出的，先老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这也是玩老一点了吗？赶紧老一点，你看看。他这样的就是。他想吃吗？好的，不敢包一斤的。他的特定没有拿冰。
大冰够了，那我自己一个。啊，一个。好的。哦，吃了起来，我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微信收款三元。一个条两块。哎。哎，一个两块。两个小的。嗯，他去打汤去了，拿衣装啊。十五，你给我跟我装一下。那限制是什么限制啊？有个松感。不影响红蓝旗，你影响我啦！你好不容易，我看你。好，继续。哎，手机要拆咋了？哎，我知道，就大碗有吗？小碗的大碗没有，没有，就小碗的大碗的。啊。一大四小，对。去哪旅游？好像也是。嗯，看一下我们包这么多菜的，菜多的，馅也多的啊。这是什么馅儿啊，老板？这是梅干菜的。梅干菜的。哦，梅干菜。还有没有？这个店的香没得大，都放多大？大也没必要。
最后给我烧了那个四点牛的那个椰丝海，是吧？这叫纯手工嘛。咸香酥脆，没吃过，你吃过去少买点尝尝，好吃再来啊！我的是，这个自然发酵，小面包。